没问题，二爹。哎哎，哎呀，等等啊，让二爹看看，瘦了。你也太夸张了，一天不见就瘦了。那可不嘛，瘦了。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啥好消息？我们抓了一个长耳灵族，等把他往白局长那儿一交，等大海出来之后，咱们就先带他去好好吃一顿，去晦气，然后咱们赶紧回清泉寨。 我大爹呢也好久没有回寨子了，是该回去歇一歇了。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挺规矩的。等等，那你们先回清泉寨，我在这儿多留几天，等我把灵虫的事情都查清楚了，我再回清泉寨找你。找什么找啊？清泉寨是你想去就去的吗？你这孩子回想你干什么？闭嘴！刚才怎么说的？你跟登登之间啊，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了，就当没发生过啊！如果 再敢欺负登登，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没完！哎呀，爹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他以前都要杀你，跟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，有多危险呢？正好今天人都在，来，把休书给我写了。